进来。书法，听说你们有个计划。坐两边。我们两个准备，有一个非常 big 的整蛊姿态。整蛊 plan。音乐老师会杀了我们。他就是我们呢要去整蛊练习生从黄俊凯。对，我们假装去端饮料，然后把饮料泼到王俊凯身上。啊！然后我们就说是练习生泼的，王俊凯就会强行灌到练习生去，就这样，是不是特别聪明？然后呢，我们应该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衣服好贵啊，或者什么，预知后事如何，然后就看我们的。我们尽量把水泼在王俊凯的手机上，他会不会真的生气？不知道泼到脸上，哎呦，去接那个。不这样，我端着然后往里泼，然后你就想把他衣服拉开。走。王俊凯过来对那个明天的节目了。2011。如果王俊凯问我为什么在拍影视要早说吗？不是我说，我就说拍花絮。不要这么拘谨啊呀！随便做，少路人。哈哈哈哈哈！都在那干。对呀，推节目的。对啊，等那个小姐来。有啦。狐狸优娜姐。你看我给复原了，王也复原，酒店看不出来。怎么办？我这个裤子也是。我也。你今天录的衣服啊？刚才这个应该是脱了一下，然后就。你说是脱衣才晓得，废了。直接拿纸过来，我拿个毛巾干嘛？直接拿纸。就是。泼到耳朵里也是很有实力的。内裤子差点忘去了。哎，他把王俊凯衣服弄湿了。衣服就是明天要那个啥的衣服。2000块。2200。不是，
你把这件衣服明天弄好也可以，但是你要一个想一个办法，明天要穿这件衣服录节目的，关键是。那不是擦你的，擦衣服啊。好黏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柠檬皮，柠檬茶。你拿个柠檬茶，你这样过了，你直接泼我们。他是爱你。没录了怎么办？那么多嘉宾，他们等我。那是我的责任啊，就是我耍大牌啊。哭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快把那衣服弄好啊！那个那么黏，你去穿啊。你不是一看爸爸还明天要录？啊，好了好了。你没事吧？看不出来的。学长去拿那个干。去找干学长拿给点钱啊，干洗。但洗完就皱了嘛。知道了，吹干。看不出来，反正就王俊凯难受一点。太管太管，就是，那就两个人能好解决。嗯。回来啊！没洗你衣服，我想问他了。你搞啥的？没有准备多的衣服了，啥呢？哎，木下子啊，客家泳衣啊。对呀。女的嘛，你嘛。哎，不要说话了，哎呀，算了。没事嘛。什么没事啊？哎，快点啊！几点啊？哎，算了，还是给他们弄一下。你哭什么？你哭？哥，别哭啊！看着你。哎，你们自己看着，不要哭。你快点嘛！哎，算了，不要弄了呀！回屋子早点睡觉去。还有什么？快点啊！要死啊！可是我现在纳闷一点，为什么武林用那谁还不来？现在都11:30了。哎呀，你们搞快一点！不要哭了，他弄好就睡觉。我还不知道怎么弄好。Surprise! 你们被整了，你们被整蛊了。啊？你们被整蛊了。你们被整蛊了。我们俩在整你们仨。对啊，我们仨在整你们俩。所以这是个什么剧情大反转吗？将计就计，好吧，就到时候他你来把我泼完水之后，然后我就叫那个福州师兄来扶这个衣服，很敷衍的，然后我就开始骂你。你们别当这是假的，我就演一下，然后
我就看一下他们俩的反应是怎么样，知道吧？我的衣服真的是真的。那我们去弄下光海吧，整一下光海好不好？哥吗？我是物理 United， 现在怎么还不来？哎，被窝。哎呀，我们去。这个哎，所以这个衣服也是你们整他，整他，整他，整他。干嘛？让我爸。